抓贼计划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比我们高上，比我们高好多了。哪里哪里哪里？他们红衣服都抓了。想想把西班牙三度抓贼失败，他一切都是命。宝宝，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黄金戒指，十三万块。强强日前到西班牙的 Lara 拍片，遭扒手偷走随身的手提包，损失高达13万。左上传新影片透露自己和粉丝组团回到失窃地，设圈套抓贼。现在我上网 Lara 了，两位粉丝跟他妈妈三个都会在 Lara 里面一起购买东西，然后就是成功的让那个包包消失。抓贼计划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坐在门口楼道了。你跟他们讲说，他已经在看我们。我好紧张。我的面前现在门口真的有个人戴 AirPod， 然后一直传手机。我觉得是组织。好像没有什么人在乎哎。我们到处这样放，好像比较像里面是炸弹。大家现在是不敢碰这个包包哎、欸。你就是去镜子前面啊，试鞋啊，包包就放在那。半小时了，我觉得一定有某些问题。我们再换一个方式试试，我们可能被人家发现了。比我们高好，比我们高好多了。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那个红衣服的被抓了。他应该是家人在玩吧？哎，不是吧？哦，是啦，是是。哦，不是啊，是学生啦。我们现在试车这一间，看我们会不会掉包包。看一下包包的位置。啊，不要看啊、哦，看，哎，看我啊，看我。现在就所有人离开，然后包包一个人放在这。哎、欸，有人拿走了。拿了吗？警卫拿走了。有这么好？那昨天怎么报？我跟警卫讲一下。傻冒眼呢。What's inside? My airplane ticket and boarding card. And the money. $15 and some garbage. Okay. Thank you. 三度擒贼都扑空，强强也叹。其实小偷今天没出来，像我们今天开成这个样子都没在偷啊，钱都关起来的哦。而且四个人都在都没有，怎么说这一切呢？这都是命。